什么？嗯，你有看到图片吗？有点这是挂东西的。对呀、啊，今天妈妈早上去排队的哦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放薯条的。好可爱。刚才放什么薯条？还可乐的。是放可乐，可乐薯条的。小黑子太重了，他要这样挤。糖糖啊，应该是要这样挤才对，挤挤挤，然后这里可以放东西。我尾巴是放植物箱。如果喜欢小孩子的一片，请帮按下小铃铛。你看，小孩子在荡秋千的吗？零五四三，大家好，我是零一。今天我要介绍这个放东西的，我先把这个用好。大家要检查有没有踢到扣一声哦。好了，扣好了。看我这样子，这样子挂在椅背上。我们要开箱的是第二个这种的。哎呀，这样子才对。这样你需要做没办法动了，变篮子了。还有什么？哔哔哔哔，这是捡小孩子的，这也没办法捡哦。能不能捡？哒啦！谁选？美乐蒂，呵呵，我们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上小黑子、小铃铛，还要记得订阅我哦，啾啾啾！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